台湾小丑鱼出现大商机，全球28种小丑鱼，台湾可以人工繁殖15种，世界第一。台东这座世界唯一的小丑鱼生态馆，里面展示全球各海域的20多种小丑鱼。小丑鱼学名海葵鱼，是与海葵共生的珊瑚礁鱼。小丑鱼界的本土五大天王分别是红小丑、公子小丑、安倍小丑、双带小丑和咖啡小丑。这是小丑鱼界的超级 F4， 每条价格都要新台币好几万。黑金刚一条要价新台币45000，白金小丑颜色透亮，雪印小丑肤色鲜明，毕卡索小丑像身穿绘画大师毕卡索的作品。水产事业所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透过人工养殖技术成功繁殖的最贵的小丑鱼黑公子，一条市价大约新台币1000元。小丑鱼一个月产卵两次，一胎生800到1200颗卵，一条黑公子一年的产值就超过了新台币1亿元。那我们是希望它成为小丑龙狗，但是它并不是海里面抓的，它是利用人工繁殖的方法生产小丑鱼，然后卖到全世界。小丑鱼最多的地方就在这里，欢迎各位侨胞有机会的话回台湾可以到这边来参观。水事所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建制的小丑鱼种苗生产模厂即将寄转民间，渴望将台湾推向小丑鱼王国的宝座。